意见不合的，其实你就听听就算了，因为这次。
吃一个，最后一个吃一个是，就是这个牧师的这个课哈，因为他让我觉得我能够入教他是一个安心的动作，不会产生太大的反应，因为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我因为我家庭背景哈，所以说回去会很多会怕说跟外人接触部分，他们就是就是有提到这个部分，让我比较安心，就是说如果入教的话，啊我需要怎样做怎样的准备，做怎样的应对这样子，那这是我就是在这一年里面就是逐步的就是了解这个怎样做一个基督徒。那接下来我就开始介绍说，在我的心里面，我上帝我是怎么想的？第一个是哦，就是说我是想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就是耶稣里面好的，是无神论呢，还是一神论呢，还是多神论？我现在用比较好的自己理性的比较去想法，就是假设哈，假设这世界上有两个造物者的话，那两个造物者的话，其实就有点像人类想比较帅气的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人是竞争嘛，两个人彼此竞争嘛，那彼此竞争呢就会怎样？你创造一个人，那我就应该创造一个比人厉害的这个 creation 这个生物嘛，那这样子才能够跟你 fight 啊，跟你抢地盘嘛，抢 resource。那地球就这样一个，或者说这个环境在，所以说如果是两个的话，你会发现说，可能或者说甚至说，有人心脏长左，现在一般心脏是长左边嘛，长右边很少，没看过哈。但是他可能就会设计一个就是在左右，因为他可能不是只有一套的这个路，是一套的路，就两个肉。那如果三个肉呢，可能不妨看，那就跟我们看那个三国故事一样。他可能就是合纵连横啊，就是说这两个人这个合作去打另外一个，那这世界上是怎样？是一个这个很竞争的一个世界。那我这样看结果，我是认为是说，这个其实这个，比如说我这样看起来是我这就是一神论，因为我觉得如果大部分你不拿下来之后都是这一个，那有一些 S 的就是例外，另外一定会有。他另外就例外，这肯定是一个上帝的事，反正不知道上帝的事是什么，就说每方面的信息不会有例外的状况。那所以说，那如果没有肉，那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路的啦。没有路是这样，我们当然是有人来去归纳。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这上帝，这个上帝是有名的，但是说，比如说当初我在想这个，就是说，是不是就是个上帝？所以就要信，那信了就自然就是会就是发到人肉了。那第二点就是说我在，第二点就是说这个上帝在我心里面的话，它是一个 mighty 的大，是一个很有力、很能力很强的 God。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 create everything， 他这个就是说他创造了。所有的规则跟这个生物，那这个创造这个世界呢？那所以它的能力是很大。那我拿一个小小的案例来讲，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管理学里面就是讲的是那个古民化组织的，但是一般来讲，那个研究就是说一个人大概能够管几年才是他的极限，因为管人要花时间，要花力气，要花很多力气，一个人大概管七八个已经算很厉害。那但是上帝是管几个？他不是层层架构，他不是那个，就是说你要什么祭司，然后一直报，没有，不用，你就是直接对他祷告，直接对他跟他对话，所以这是一个很 mighty 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你也不用去，其实在之前的那个牧师的那个讲道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也不用去管别人的这个看法，你对上帝的这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以我认为是说，这其实这是 mind 的关系。所以说这个上帝在我心里面。